来，把药喝了吧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我爹跟我说过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。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。 不是他讲的这样子，人只要把心打开，自然就能感受到爱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复仇的工具。我生下来就是为了给我娘报仇雪恨。不过你放心，欠你的人情，我一定会还。你想他吗？你想你娘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见过她。就算是想，也只是想我幻想出来的影子。不过我爹告诉过我，我娘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。如果她当初没有执意要生下我，或许她现在还活着。 所以我活该没娘疼，活该被爹恨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怎么不是我的错？我的命是他换来的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我会告诉他，爹需要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他如果知道这一切。 也许就不会执意要生下我了。玉儿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女儿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我当成你娘一样。 一仙前辈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并不是为了博得你的同情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虽然我没有见过我娘，但是在我心里，她的位置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。谢谢你救了我。 我多么想跟我们的女儿相认，可是我害怕，我怕我真的告诉她这一切的真相，她这辈子都走不出仇恨的阴影。你已经狠了一辈子了，不要再把这样的命运强加给她。我求求你，景我，放过玉儿。 让他去过他想过的生活，去爱自己想爱的人。你仇恨的一切，让我承担；你犯下的错，我会赎罪。相见不如怀念，只要能让玉儿幸福，我宁愿。 我宁愿我们夫妻此生永不再见。什么？玉儿她死了？怎么死的？ 尸骨无存。
你不是一直都跟着他一起的吗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他任务失败就该死。你才该死。玉儿不是已经把丁隐带到谪仙坛了吗？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死了呢？屠妹，你又泄私愤。死的又不是你老婆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住手。宗主。宗主，玉儿不是已经把丁隐带到了谪仙坛？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事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到的时候玉无心已经跌落山崖。哦，是那个弹琴的女人搞的鬼。你也见到那个女人？她在客栈里破了我的恶鬼阵。要不是那个女人搞鬼，赤魂石早就到手了。宗主，就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想破坏宗主的好事。她不仅阻止丁隐赤魂石出体，还心狠手辣将玉无心推落山崖。宗主，九毒，我丽影神宗最忌讳的是什么？宗主最忌对上有所隐瞒，满口谎言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清楚，是谁暗算了玉儿？谁将她打下山崖？是谁破坏了我的计划？你最后想清楚再说，你要是再说谎，就不止这一掌那么简单。对，是我做的。但是景武，我这样做全都是因为你呀。屠妹，原来真的是你对玉儿动的手。左使稍安勿躁，宗主自会处理。景武，我只是想将赤魂石亲手送到你手上，这样你才能真正看我一眼。我不想永远活在那个女人的阴影下面，我不想跟她一起分享你。我以为玉无心死了，我就可以真正拥有你了。你骗我，就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好，那你杀了我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宗主，宗主，虽然副宗主行事莽撞，但确实是护主心切，恳请宗主留他性命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我，包括你。只不过现在赤魂石还没有拿到手，我暂时留着你的性命，但你最好给我记清楚，违背我的命令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去，不管是生是死，都将玉儿给我带回来。弟子等人奉命取得乌风草，特向掌门复命。你们几个为救山下百姓，冒险闯入谪仙坛取得药材，大功一件，都起来吧。百草师叔，恕弟子无能。吴夏草师兄，不幸命丧谪仙坛。那谪仙坛乃巨蛇所化，乌风草为巨蛇口中的蛇性，
我们几个人与巨蛇进行了一番恶战，最后是夏草舍了命，跳进蛇腹才把他收服的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发生了多大的事情呢。哎，我那个冬虫夏草他们是药人，自小我就把他们从山里挖出来，才练成现在这副模样了。虽说是能跑能跳，会说会笑，但毕竟不是血肉之躯啊。哎呀，没事，起来吧，别放在心上啊。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百草师叔，药人也是人，你要是觉得难过就说出来吧，要骂要罚我们都绝无怨言。哎呦，你个傻丫头，你百草师叔，我每天为了炼药切片的虫草能不计其数。难道我每天都得哭一回啊？啊，起来起来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没事了啊。你夏草是为我蜀山献身，虽非血肉之躯，也是我蜀山正气传承的优秀弟子，应当给他应有的殊荣。你们几个先起来吧。哎，快快快，起来起来起来。百草师弟，哎，既然乌风草已经找到，你赶紧去炼制熬药救山下的百姓。是，掌门。丁隐，你们此次的任务危险重重，夏草的事情既然发生了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，要静心修养，以防心魔趁虚而入。弟子明白。禀告掌门，这次下山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弟子认为应当向掌门一一禀告。说吧。我们在谪仙坛遇到妖女玉无心，假装叛离魔宗，实则和徒妹暗中勾结，设下圈套。丁隐心性不定，被其蛊惑，才导致如此波澜。禀告掌门，玉无心一心投诚蜀山，这一路上危机重重，他却多番出手相救。现在他掉落悬崖，生死不明，请大师兄不要再诋毁他。大师兄，若要一一禀告掌门，为什么不说我们由于心智不定，被魔宗所利用，被困在客栈，对彼此大动干戈，自相残杀之事呢？是弟子能力不济，才被妖人暗中蛊惑，请师父责罚。好了，你们不必再争辩，魔宗之徒一直阴险狡诈，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与其费神耗力在这里争辩对错，我希望你们能记住教训，以免以后重蹈覆辙。你们记住，要心存善念，守护正道，烈火炼真金，时间自会证明对错。弟子明白。弟子明白。丁隐，不管你和那个妖女是什么关系，你最好收敛点。现在赤魂石在你体内，你的身体和蜀山息息相关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危害蜀山的事情，我绝不轻饶。走吧，丁大哥，大师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对责任看得特别的重，但是他是对事不对人的，所以你千万别太放在心上了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相信玉儿，甚至不让我去救他。丁大哥，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，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了。况且一仙前辈和他一起跌落山崖的，一仙前辈神通广大，他肯定有办法保护玉儿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师姐，师姐，你等等我吗？师姐，你听我说嘛。哎呀，还说什么说啊，刚才在那么多人面前，你不帮大师兄说话也就算了，你还让他难堪。你说，我不生你气，我生谁气啊？那我只是实事求是嘛。
大师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丁大哥身上，那太不公平了。青云，你是不是被那个丁隐给迷昏了？那天我们是中了邪术，才会失了心，在客栈打起来。但是那个丁隐执意要收留那妖女，那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。现在好了，招致祸患，你说不怪他怪谁啊？可是师姐，我们的确一下山就遭到土妹的暗算，要不是那妖女，恐怕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坠入陷阱。青云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那个丁隐才来了蜀山几天，你就这么处处偏袒他？你这么做别说是我了，连大师兄都觉得寒心。师姐，我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们在这里吵什么呢？刚返回师门就在这里吵架，成何体统？弟子知错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紫莹，青云，过来这边坐。听闻你们最近遭遇的危机，为师深有感触。没想到你们从小情同姐妹，却这么容易被心魔作祟，甚至挑起同门情谊之间的事端。师父，都是师妹不好，她尽想着外人说话，所以我才生气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丁大哥虽然来蜀山的日子尚浅，可是他救过青云的命，我不可以坐视不管啊。虽然师姐是我的亲人，可是你不能不讲道理啊。我哪有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再这么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。今天让为师给你们讲讲咱们祖师爷太清真人的故事吧。师父啊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不是小孩子，那你们还在我这栖霞峰大殿上斗嘴啊？当年太清真人夺得赤魂石，修得血影神功，本想以云游四海降妖除魔为己任，可不曾想他消除的魔越多，反而越被魔所欺，走火入魔之际杀妻弑子，差点误入歧途，功败垂成。后来太清真人受到了仙人点化，在蜀山灵界中修成正果，克除魔性，重返正途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祖师爷修为高深，不会轻易被攻破。是因为他悟到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那就是这个世上本来以清净寂灭为宗，本来无魔，何来于祥呢？真正的魔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心魔。正是。太清真人正是悟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放下了力气很重的血影神功，封印赤魂石，转而专心修炼自己。若是心中平静如水，无欲无念，就如同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，任何的魔性都不会扰乱自己。紫英，青云，你们要姐妹同心，
遇到任何的事情，都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遇到任何情况，都要淡然处之，克制心魔。这才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。秦王，宗主，你要饿了就吃饭，受伤了就擦药。属下多谢宗主。你不应该骗我的，你这样是让我更为难。我只是不甘心而已。你跟玉儿都是我的家人，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你说什么？家人？你真的把我当作家人啊？我们相互扶持了20多年，你早就是我的家人了。原来你还记得我们的情分呢。我还以为你一直觉得我是土霸的妹妹，不想把关系弄僵而已。我不说，并不代表我忘记了。当年我身受重伤，流落天域，是你把我捡回去，衣不解带的守护我。我曾经骗过你一次，你却还是选择相信我。我的命之所以能够留到今天，全是你徒妹给的。如此大恩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。难道我们之间就只有恩情吗？你就是这样的倔脾气，这20多年来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你说你在属下面前跟我闹脾气，受伤的会是谁呢？你早点说不就行了，我肯定不会这样的。我只是关心你，万一我大哥在天域坐不住了，来中原找你麻烦，恐怕就……你放心，你大哥的事情我会办好，蜀山的仇我也会报，赤魂石我要定了。景我，玉儿的事是我不对，我现在马上帮你把她找回来。不用了，你专心养伤吧。玉儿是我的女儿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小张，金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张，你还好吧？你真的没事了吗？来来来来，不能再摸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不能再摸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你怎么来看我了？啊，你今天有空啊？喂，喂喂喂喂，你干嘛蒙着个脸？没事没事。你的嘴怎么了？也不知道给我配了什么药，我吃完以后就这样了。不过师傅说三天以后就没事了。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你吓唬我？我师傅说这个会传染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看你这个样子比以前好多了。那当然，我师傅真的神通广大，你看我现在比以前灵活多了。
不过他救了我，我给他试试药也是应该的嘛。是，赶紧去跟百草师叔拿解药吧。你真的不试试啊？只是一棵虫草，差点被山上的蝎子给吃了。幸亏我把你救了下来，才养到现在。可你现在却入了巨蛇的肚子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现在是谷子。师父只能用这新炸的药人做题，你若真的转世重回，一定要到师父的地里做药材啊。丁大哥，百草仙人他怎么了？夏草师兄跟我们一起去找无风草，不幸命丧谪仙坛。啊！百草师叔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，其实心里面非常难过。百草仙人，您别难过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您就吩咐我去做就行了。谁说我难过了？这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百草师叔，我知道您这样做是不想我们自责，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心里面是很看重夏草师兄的。这夏草虽说是个药人，可是朝夕相处下来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，平时可以请他去挖药，闲来无事的时候也可以让他给我端茶倒水，陪我解闷聊天。可是现在他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仙人，以后您让我试药，我再也不躲闪了。还有啊，您无聊的时候您就找我，我陪您吃，陪您喝，陪您聊天，我当牛做马都当牛做马就算了，您要是不嫌弃我的话，我就代替夏草来服侍您。我很忙的，师父我需要人陪吗？你再说了，我养的那个夏草，我是为了等我颐养天年的时候拿它跟老母鸡炖汤补肾的用的，你又没营养，哼！等你治好了病，赶紧给我回齐家峰去，别在这给我碍眼，哼！百草师叔，我还是喜欢看您说话不留情面的样子。哎呀，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多啰嗦了，这好不容易弄来的无风草，我要开工弄药去了，哼！百草仙人。我还以为你有多机灵呢，自己就能把毒给解了，结果还不是废物一个。哼，原来仙人早就要解药啊，怎么不给我呢？多谢仙人。这点毒你都受不了，以后怎么帮我试药？切。哼，丁大哥，其实百草仙人挺好的。知道了，你还是吃药吧，多严重。张开嘴。可以大一点吗？可以再大一点吗？好点没有？我不知道。张嘴。祖师爷，愿您能保佑蜀山上上下下都能有心静如水的力量，
特别是丁大哥。嘿，丁大哥怎么了？还特别？没什么。没什么呀。小张，你怎么来了？身体都好了吗？那当然，你看看我现在生龙活虎的，没问题了，打他几招都没问题。哎，君远，你怎么一回来就来这金堂拜祖师爷啊？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情了？少胡说，我们在谪仙坛好不容易化险为夷，一定是祖师爷在保护我们，所以我来这里给他老人家上柱香，让他继续保佑我们。既然你们能够得胜归来，那光点柱香怎么够呢？怎么样也得想个办法庆祝庆祝吧。什么办法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咱们三个人认识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，但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，早已情同兄妹。我们今天就在祖师爷面前行结拜之礼，义结金兰。太好了，我早有此意。即便不能血脉相连，也要生死相依。嗯。青云，你也过来啊！今天我们结义为兄妹，我爹应答应你会好好保护你一辈子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我第一个出来替你出头。我张宪炳是第二个。你们两个人结拜好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想认我这个哥哥？哎呀，丁大哥，青云她是女孩子，拜把子这种事情呢是男人做的，你就不要拉她一起了。哎，再说青云啊，可不一定想做你妹妹，是吧，青云？哎，哪有？这是你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，我还是不参与了。那我们拜吧。行。祖师爷，太清真人在上，我丁隐，我张宪炳，今日结为异姓兄弟，祸福与共，患难相依。大哥，我从小就孤苦伶仃的，有了大哥在这世上，我便有了亲人。以后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张宪炳万死不辞。你为我以身犯险，这份情谊我丁隐一辈子记在心里面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有难同当。大哥，为我们的情谊干一杯。大哥，我今天有个重要的决定想告诉你。什么决定？我决定呢，拜百草仙人为师。你想弃武从医？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就我这身板，就算练上个十年二十年也练不出什么名堂。你说百草仙人，他的剑法并不出众，但是凭着药师之术照样成了蜀山的强者。不打架还可以治病救人，这样多好。好是好，但是百草师叔脾气古怪，会不会收你为徒？现在当然是不可能了，但我偷偷地告诉你啊，我在百草庐养伤的时候就已经看了很多医书了，我相信经过我自己的努力，百草仙人他一定会收我为徒。你终于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，我真替你高兴。来。大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喜欢神仙姐姐。我在想，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这样吧，越是说不出原因就越喜欢。我知道现在我比不上丹尘子，但是我不去努力就永远没有可能比上他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一个自己爱的人去付出是多么快乐的事情。
大哥，丁大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担心一个朋友。朋友？玉无心吧？他掉落悬崖，不知是生是死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女人她经常刻意地出现在你身边。当她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。你为什么还这么相信她？也许她这次是真的。哎呀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只希望他没事就好。还没有找到小姐，下去吧。是。你竟然回来了？怎么，见到我没死，很失望吗？你要是想告状，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因为宗主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你对我出手，坏他好事？是啊，他还知道我把你打下山崖，生死未卜，但这又怎么样？他没有责怪我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在阴风谷里，徒妹的位置比你重要多了。哼，那当然，看你脸上的伤，就知道你有多重要了。玉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玉儿，让我抱一下。女儿迟来复命，望宗主原谅。你果然不负我所望，大难不死，平安回来。这次谪仙坛的事情，我已经知晓缘由了。任务失败，错不在你。谢宗主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丁隐还信不信？女儿相信自己并未暴露身份，丁隐他应该依旧认为女儿有意投靠蜀山。那好，我相信经过这次事情之后，诸葛玉我那个老贼一定不敢再让丁隐去冒险，必将其困于蜀山上，而他自己也分身不暇，取得无风草之后，他必定要炼制成药下山救人，到时候我就要你再上蜀山接近丁隐。是，女儿遵命。是啊，丁隐倒是还相信你的谎话，但是你自己呢？难道你自己心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已经不记得在谪仙坛说的情话了吗？好啊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你好像说丁隐他受了伤，你的心里很痛呢。我没有说过这种话。
现在你不承认了？够了！